好，请问一下那个 Taipei Waker， 你这次入围台大杯的感想是什么呢？好棒！这一次台大杯呢，你们视为最大的劲敌是哪一队呢？ Air Drop。那请问一下 Taipei Waker 有什么话想对现场的观众朋友说呢？好，那Mean这次跟 Taipei Waker 合作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就是好像会变得跟他们一样疯疯癫癫的。有什么话想对其他人说吗？感谢 Taipei Waker 所有的成员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，耶、yeah!Yeah.
谢谢台北 Workers。